进进精神时光屋修炼。哼，就凭你那个十年赢不了我的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回来了。我靠，你谁啊？我可是在精神时光屋修炼了40年啊。不过我忘了带星海二进去。你是白痴吗？但是我在里面有点手速，我想应该有400吧。你的动作也太奇怪吧！即使你练了40年，也抵不过我强大的 M。我不用出去侦查，你们暴兵把你淹死了。冲啊 ，M！ 这地势看起来又多又下流啊！就跟你说我手速400了吧？你那动作也太下流吧！